你刚才说谁？爸，我待会儿跟您说。我想问您，您之前是不是公司资金遇到问题了呀？你怎么知道？当时的资金是不是亏欠了5000万？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？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？因为当时的那笔钱是我叫人打给你们的，我没有告诉美晨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她有心理压力。不是，那个钱不是江少强帮我们的吗？我居然这么傻，竟然相信他，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。他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爸，您先别管我有多少钱，我带您去见个人吧。妈。咦，儿子回来了。子瑜，怎么是你啊？老吴，哎呀，好多年没见了。是呀。行，你先在里面吧。我怎么有点毛病？哎呀，你爸和我妈是老战友。老战友？对呀。我怎么看他们这感情好像没那么简单呀？哼，就你眼睛，他们以前那会儿是老相好，后来双方父母反对，没在一起。我妈下海做生意了，后来找到你爸。但是你们已经有家庭了，所以就没去打扰你们。那上次在你房子见的那个是？那个呀，那个就是我后爸。后爸？对呀。那你亲爸？我和你亲爸？我亲爸？谁呀？王子怡，给我出来！哎呀，王子怡，给我出来！爸爸爸爸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先出去吧，今天我妈她忙呢。明天别拿那个，找你妈有点事。你妈？是。这是，哎呀，这是我亲爸，他估计又来找我妈来了。你出去吧。她是你老婆，挺漂亮的，你不错啊。你妈呢？我妈。我找你妈有点事，叫你妈出来。我妈在忙。爸，你先别。谁呀？怎么是你？妈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对啊，是我，张子怡，不错啊，时间不长，又换一个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把你嘴闭上。少废话，我给我拿点钱，拿完走，拿完就走。我没钱。你从我这儿拿走多少钱？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，快走！再不走我就报警了。哎呀呀，妈妈妈！警察怎么了？警察怎么了？你不要搭理他，你不要搭理他。爸，你先出去，你没看见有别人吗？那个，我这儿有一张卡，你先拿着，好好留念吧。一会儿警察真的来了就不好了，你赶紧走吧。哎，不错。哎呀，美晨，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哎呀，我爸他就是个无底洞。那也没办法，那是你亲妈呀。哎呀。那你现在后悔嫁给我吗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！你猜。哎呀，没事了，我现在啊玩这个游戏还可以赚取生活费呢，升700领1000，超级刺激。反正有你陪着我，怎么样都行。